志文其实啦是咱台湾电视节目的前辈，那他啊制作了非常多很有名的节目，那收视率都非常好。迄阵伊嘛爱面试啊员工，面试艺人，这听伊讲政治模仿秀都是你做的哦。哎，是啊。哎呀。啊。啊，我嘛是恭逢其盛啊，因为迄阵是2000年嘛，距离现在是24年前啊。啊，好，那那时候民选总统，迄阵咱才开始选第二摆呢。对啊。好，迄阵有三组。阿扁啊，那就是公元2000年啊，对，公元2000年，阿扁连战宋楚瑜，然后呢，以阿扁算头金的，哇的不得了啊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递出一个企划案，说我们可不可以像美国脱口秀这种用亏啦，用嘲讽的方式，阿兰用人来演嘛，做模仿哈，啊，给人也在攻金威，就是说，比如我们不满。啊，他都会讲出来，讲说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意思是这样，侬安尼用准的安尼，然后公司同意让我们做。啊，迄阵是安尼，阮多啊，我有一个节目叫《独乐六十》，啊，迄个朱启林是侯冠群，侯哥在聊的时候，哎，他可以扮演李主席，哈，伊的迄个祖宗的祖啦，哈，啊，珍惜的李登辉啊，李登辉一样。啊，我说，哎，那你怎么演？好，他啊那个很简单，他说哈啊做过数啊，做过数啊，明之所以啊，藏在我心啊，好，就他打开抓一个味道哈。他们说，哎，好，但是我们只有他，但是这个案子一递上去之后，公司就同意了。我们其实早期只有侯冠群，对不对？出去就红了，然后陆陆续续人就越来越多哈。这是简报哈，哇。那个红衣哥，你够老嘞哦！丢丢丢！哎呦，丢丢！中国时报啊，啊，丢丢！中华民国90年正月21日哦，那就23年前了。是哦。哎呀，主与是吧？与主席有约。对哦。嘿嘿嘿嘿嘿嘿。啊，你看那个施明德哈，对，哎，前辈，你看，你讲，那是模仿的哦。就模仿哎，模仿哎啦，好像很像哇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哎，是是，这不是本人啊，不是本人，刚看以为是本人，没有没有，他是模仿的，这是谁呀？就是迄阵一个司机先生哦，对对对对，但是大家拢出来嘛，无多恭维，这个模仿阿扁啊，啊对对对，这个是迄个唐崇盛，崇崇哦，他演的真好，唐崇盛功力一流的啊，哎对，然后听说你高凌风。是找你还是你搞？找高凌风。以前呢，伊的有一届哈，因为这部录来录昂料，有一挂人就是他会来跟我聊哈，因为我要找对象嘛哈。对。啊，迄阵呢接到一通电话啊，因为他辨识度很高，高大哥哈，伊讲啊，志文呐啊，我是高凌风啊，有一个拼音哈，啊，因为我近期是跟他发过通告，唔是做模仿秀哈，公告书。哎呀，我说哎。高大哥吼，这是咱温金那时阵的偶像，嗯，因为迄阵，伊那时阵伊的像迄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嘛，嗯啊，大家唔就拢咧模仿，对吼，啊唔呐呢，他社会新闻吼，被黑道开过枪嘛，无戏，被斧头劈过，没有残废，哎，啊，基本上呢，各迄个跋筊一暗输700万迄款的，那时候换算下来吼，民国65年差不多。也是要1-2亿哈，等于说是神一般存在的人。高大哥对政治的素养其实很高哈，那个几高在的开餐厅，迄阵詹金加迄阵的市长阿扁啊，对杠啊，对对对，啊后面哈被断水断电了，然后他3家餐厅就关了，迄阵输2000万，哇，我们这的人哦。啊，迄阵一看哈，我讲，哎，高大哥什么事哈？对，因为我的伯哥换也同个，一共是这样哈，这晚哈，我。想要来模仿一个人物了哈，因为我说哪一位？有张俊雄啊，以前的行政院长。对对对，迄阵伊是拄啊接到唐飞的位，对，我嘛找无人啊，因为其实换了你这时候推最好。阿扁的第一个行政院长叫唐飞，后来就叫张俊雄啊，是是是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聊了之后说，因为高大哥的人设太鲜明了，你安怎想吼？你都倒背起来。我说高大哥这样哈。那个在电话而已哦，用志文，我模仿一段给你听哈，因为迄阵张俊雄的口头禅哈就是我想哈，但是我看不到叶斌，我讲这样，我把我们那个特殊的那个梳化妆的那个小姐电话给
跟他跟你联络看看，看能不能定个妆，我们来看。嗯嗯，你还足积极哦。你那时候是直接叫他自己去定妆、啊？对对对对，定妆，因为那个拍哈，因为那种厉害的哈，他也要那种你的专门的，因为你现在画阿扁像，对不对？画他也会像，因为那就是那个书画师哈。然后呢，一周之后哦，人也足积极，一去刚洗一家精油妆。开车来，好啊，然后呢，我看那个金友庄哥迄个眼神充满期待，伊希望功劳好，因为迄阵伊是低潮啦，对啦，啊，我呢踮咧咖啡厅里开讲吼，一拍即合嘛，因为高大哥本身他就是一个，他就是很会，太厉害了哈，浑身都是戏感哈，然后呢，后面我们负责写稿嘛，还有负责讲啊，你怎样出题了哈？爆红，观众都被他逗笑了。哎，你怎样？嘿，人你起来哈，因这起落快的人哦，就前前后后样结束了，规则一出去，哎，零瓜人你嘛，规爸一个你来，他们就是那种人，很厉害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刚好有那个选举秀，对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高凌风。对，高凌风化妆的样子，嗯，化成张俊秀，有，看一下，对，哎，这个就是不是？嗯，是，这个就是嘛，这个就是高凌风跟张俊雄，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联想，哎，那个第二张你给掀起来，有彩色的哈，哎，你用这边吗？哈哈，哦，家里，阿彪，这样，对对对，这一张，啊，对，张俊雄。哎，真的很像，真的像。那个夏静婷是演连战，对，夏静婷是夏静婷演连战，然后侯冠群就是李登辉嘛，这个是侯冠群，啊，侯冠群，啊啊啊，对对对对，杨崇盛，嗯，阿罗阿尼利亚哦，你看哦，他就是也在选举秀，伊那给小龙就搞亏哈，嗯，唔是3000块，对，也十万起跳，毛画20万呢，嗯，然后迄阵我是啊多啊，要休息啊，就不做，叫人家够贵奶花。啊，够够下面桂奶花，我忽然走进历史。然后一阵我带桂奶花女朋友是谁？那个宫泽宫泽理惠哦，大家都知道，到时间的洪流啊，流女神。啊啊，一阵立出，你知道那么老大哥，人家那手拢穿便便哦。以前伊就上一台电冰箱给我，给我立出嘛。啊，一阵食饭啊，哈，阿哥。叫啊，搞到叫你边啊，伊讲这晚啊，啊，谢谢你哈，让高大哥可以重返舞台哈。高大哥跟你讲，2-3千万的那个债他已经清掉了，哇，下个月应该会买第3间房子。哎呦，哦，你怎么敢并过来呢？并过来翻身，哎呀，你抓到机会，安尼捉到伊就跑直接就去你。对。看情节，起码觉得爱扣你一块。哇，哎，你看，这是林志文，以前头发这么长，对，他以前是长发，哎呦，帅呀！啊，这是高凌风，高凌风，大哥，哦，一辈啊，哦，昂起来了，气色个好起来，是啊，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哎，咱去讲啊，啊，有邀请吴念真舞蹈。啊，这个唐崇盛、崇啊，他们来上节目，那主要是谈他们的新的舞台剧叫《押解》。押解啊，菜鸟警察与啊什么老扒手，老徐公会做好看，因为我要去看过。好，那崇去刚来，我就这个临时啊，请他表演一下阿扁啊。哦，何妙那不是入木三分啊，那是入木30分啊。对，天公黑你个看醒了呀。是，哎，啊，迄个唐崇盛哈啊，伊是台南金嘛。啊，台南对。啊，因为他这个。伊外省金啊嘞。嘿嘿嘿。我很奇。告。然后他是资深来台北，就是圆一个的，跟他美国梦就是台北就哈。啊，表演艺术工作者其实都是打工啊。嗯。所以伊迄阵住诶吼是顶楼加盖啊，一个月是5000块，哇吼！啊，起来学德拜是的确50cc小绵羊，嗯，吼！啊是安尼吼，有一摆，落迄阵我哩做主席有约模仿秀迄阵，啊迄阵刚好有3个卡嘛，吼，拄啊我们李主席，对，吼侯冠群嘛，啊迄阵宋楚瑜是虽薛志正，薛志正，你再记记无吼？好，阿哥哥姐连战，嗯嗯，好，夏静婷，嗯嗯，好。啊，但是吼，我著欠一个主角，就是阿扁总统。嗯，好，啊，迄阵我著问，啊，有一个知影党诶，毋到有来去啦。对对，啊，迄阵著我著迄个郎祖筠哈，郎姐
伊多一个迄个舞台剧，叫《结婚结婚版的》哈。伊讲哎，志文你来看一下哈，你说你要找人，你看看我这边剧组的人有没有合适的啦。然后我就看中央一个跳来跳去，一跟他搞音啦，我伊阵跟他伊比较无话过呢哈。我看到这天来跟他袂歹，迄个身形哈，嘛一粒啊呢哈，削掉削掉。后面呢，我就找到他电话，伊讲这是阿郎的学弟哈，虫虫。我甲卡。好，我跟他说，我们可不可以聊聊啦？哎，哇，爷爷都听到那囡仔，嚯，他很好。一跟他我挂上电话，一按顶楼边的来，机车骑到阮电视台15分，嗯，Uber一直更加紧。啊，你看到迄个青涩腼腆哈，盼望的眼神，你感觉你也无下机会是你唔对，很积极，真的很积极。然后我就说，啊，你会不会模仿这个郑志明？他会会会，他说他会模仿。盲人立委哈郑容水哦，我讲哎，因为那个眼镜戴上来哈，每个人都差不多，对，有没有其他的？我说你不是台南人嘛？他说对，哎，你可以模仿阿扁，哎，对呀哈。然后我说阿扁一般不是就有那么严重吗？对，好，对不对哈？打开，而且他那么厉害哈，阿扁错了吗？好，是这样哈。啊，我你也在奇怪，结果哈，两一块呢，曾经的，因为他们是科班的表演艺术工作者，两枚都可以抓到，没搞，播出来之后，马上变，就跟高大哥一模一样。为什么哈？爷节目马上满档嘛哈，啊，他有活动跟秀都满档。对，我无话顾的看到伊讲，哎，聪聪。阿姨公，志文哥，我跟你讲哈，我换车了。嗯，不是小绵羊，哎，对对，应该换重机。啊，我换宾士车。哎呀，我讲哎，咔咔起起哈，一点都没有夸张。啊，搁给一站嘛哈。然后哎，志文哥，我搬家了。哦，可能要租大一点，因为你顶楼加盖。我买一栋透天厝当做孝亲房。哎呀，今天啊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？以这个启示给我，让我认为就是说，你看哦，咱找到伊，当然咱讲起来是也贵哩哦，但是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。不要不要，有才华就是有才华。对啊，一定要掉的翻转啊，还要紧呢。志文说，金门王跟李炳辉，哎，李炳辉嘛，你冇看新闻。对呢，哎，这嘛就出名哦哈。迄阵我是做玫瑰之夜嘛哈，迄阵我有一个音乐节目叫做哪卡西，啊哈，是我。加兰金马新闻哇哇的制作人苏宏哥哈，阮轮流负责啊，迄阵压力拢有够大，因为阮是算小白嘛，囡仔嘛哈。啊，结果呢，我们常常都要绞尽脑汁想这个点子。哎，有一次啊，我是在那广告哈 ，CF 上面看到欧香咖啡，让你们听下鬼。那我年纪太轻了。然后就看，伊这两个很有味道嘛。啊，伊阮是要做一个拿卡西的单元，啊，一个压迄个手风琴，一个弹吉他，咪就多哦。那我就好不容易透过关系找到他们，就我是先甲金门王联络。啊，伊讲，吼，未使哦，吼，啊，歹势，因为阮迄工课拢刚硬啊。因为他们是在驻唱，在等于说迄个跟他地点嘛，类似那种驻唱，对，他袂使啊。我讲，但是咱嘛爱国讲者，伊讲安尼爱等吼，迄个李炳辉因女朋友有闲，伊请假，才带因两个来电视台开会。我讲那太慢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讲无我去找您，他就给我一个地址哈，淡水河畔的哈，我找到，但边啊呢，迄个跟他。我认为那个有点像爹爹嘛，类似啊，可以喝茶，可以喝啤酒，啊，他们两个在里面是伴唱的人，那开始爱招欢，那我们坐下来是那种日本式的和式桌一块了吧？等下去得多啊，阿里卡也在 KTV 呀，阿姐榻榻米啊呢，好啊，叫几样小菜啊，啤酒，然后有那个阿姐啊，好一个姐啊一块坐你边啊，也唔无要创啊，伊就是坐你边啊，跟你。开杠啊！你哇，你有冲啥不冲啊？咱也不知啦。你讲的好，好好，我跟你讲。然后呢，聊一聊之后，一拍即合哦。啊，我就跟个安排，还在播当中露出。我跟你讲哈，那个老天爷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哈。然后呢，谈好之后，我想讲好，安尼无咱就当时来这通告哈。啊，无爱揭晓对吧？用哎啊，搞算算的哈。那我要记得金门王讲哈。啊，因为他们视障嘛。啊！我老看到因手落去淋那底下来底啊，我来跟他徛遐徛要几点？几一分钟、半分钟啊，淋袂出來啊！无钱啦！无钱！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啊，应该是经济有问题。我就说，
然后欧瓜这哈，我记得好像1300多块，其实我就把它付掉了。对，然后他们上节目之后就家喻户晓，爆红。咱阿麦，咱阿姨，我那个金条30秒，咱的出钱啊，对，哎，可以包啊，对，拿出来。啊，后面呢，他们就出了那个《流浪到淡水》，对，啊，你知道金门王尾音呢？哦，大啦，有没有？那个尾音，对，所以呢，他整个就爆红了。啊，后面我们有在电视台遇到了，好，啊，因为讲。也零的嘛，因为富贵情谊嘛，只要姓林啊，林先生呐，林先生，嘿，掉了掉了，我林先生，就他们都是听声音认你这个人。有缘无缘，大家困做伙。无困做伙啦，来做伙，来做伙。啊，佫后一句的啊，小姐你饮一杯。我听到，我听到，佮咱唔是啊，无你听到是啥物？版本那跟我无共。啊嘞吼，新闻娃娃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